不接？因为不够。为何不够？不够就是不够。那别要了，一毛都没有。我要是这样，阁下该如何应对？你哭了？不是你哭什么呀？没有啊。你明明就是哭了。谁不委屈啊？你家里猫开销的比我大。哎呦，这么大。看什么？给我弄哭你开心啊？我开心啊。钱给你。洗了，连一百块钱的衣服都买不起啊。你听点。不要，我就算冻死饿死我也不要。那啥。啊。姐能亏待你吗？早就给你把衣服买好了。果然会撒娇的男人有好运。便宜便宜，衣服也给你买了，你还想要什么呀？我想看微信。寒心。我不想要，不想受，你来打我。好了好了，我错了。